今天下午3:20，大概上来的就是这个人。坐在那之后呢，先打开一份这个小龙虾，然后戴上手套开始吃。这巡逻的那个保安看到了，这态度特别的客气，他跟他说不要把东西弄到地上。这个人呢就也没有理会，然后就接着吃，好像还是在故意的吐掉地上一样。然后保洁阿姨呢上来之后，从他脚底下就拿那个拖布给拖出来了。然后这个人呢接着吃，然后换了一个新的手套，然后那手套也扔到了地上。有一个女乘客吧，然后女乘客说你不能把东西弄到地上，然后就换五号线，他就拿着这个没有吃完那盒小龙虾就走。然后冰箱里面都是这个小龙虾的味儿，感觉是越说他越过分这种状态。他一直表示呢说什么反正我是个废人，我扔垃圾怎么了，扔垃圾也没有人管我，扔垃圾我又不犯法。在这之后呢，他就把小龙虾的那个盒、酸奶的空瓶、包括他当的手套全都扔到了。昨天那个在车厢里面乘客吃小龙虾的问题，乘务管理员这边我们也是做了这个调查了解，乘务管理员包括保洁员这边也没有这个执法权利，而且这个确实也没有这个具体规定说车厢里面禁止这个进行吃这个食物，工作人员呢也会这个进行努力的这个进行劝阻。